好像是这个房子这边没事。看看有人吗？访问了。访问了。好像是这条管道吧。这个好下吧，它这个。哦，不是在这儿哈，这有个梯子呢，从梯子下来的吧。能下去吧，梯子。直接玩。听到叫了。听到叫了。慢点啊。哎，好像看见了，但是好像只有两个。只有两个啊？不是说有三个吗？看视频的时候是三个呀。在那边，咱从那边过去看看。走走。你这个洞那么严，潮湿，这个狗怎么能跑到这里边呢？谁知道，可能是人丢的呗。这里边会不会有蛇呀？差不多，在那种阴暗潮湿的地方容易出事。这点好下吧，你拿手电筒照照看看。过来过来，小家伙。确实有两只哈，我刚看视频是三只呀。过来过来，小家伙，别往里面去了。是的，这吃东西都能咬到牙。它这个，你看，你发现它这个咬了吗？它这个身上，对，为什么是拱着的呢？还有皮肤病，你看。搁这个潮湿的地方肯定会有皮肤病的。过来过来。那肚子，它这肚子也挺大哈。对。再去看看那个，哎，那个也出来了。过来过来，出来出来，还有好吃的。过来一点吗？哎呀，多久没吃东西了呀？把它引出来，把它引出来。过来，过来，给你好吃的，这这这这。快来快来快来，出来出来，正好把这两个抱出来，抱出来。往里面看看，那个如果在里面。找一下。过来。有吗？没有。没有，上后边那个管道看看呀。那边看。那就沿着这条道看看有没有。哎呀。哎，这个是蛇皮吧？哪个？这个，白色的这个东西。是的，这个过冬了，蛇皮给退了。里边还真有蛇。像这种阴暗潮湿的地方，肯定有蛇的。小家伙。有吗？那个小家伙能跑哪去呢？
它不会，应该不会跑太远。我觉得他们三个是搁一块的，应该都应该还是在一块的。你刚刚看里边有没有洞啊？我不知道，你照看它没有呀，也可能是它黑看不到。再去看看吧，再看应该没走远，我觉得。看里边有吗？哎呦，这个桥洞真阴暗。过来，小花。隔离了吗？哦，这是好像是有个洞的。过来。哎，我一扔舍得动了，那个，哦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是他吗？在这，在这，可哪了？没看到呀，你拿手电照着我看看。这黢黑，黢不了黑。哪有？看不见。哦，搁这了，搁这了。呀，过来，过来，小家伙，出来，出来，出来。你好，把它拿出去吧。过来。我直接抱上了，直接把它抱回来，把它抱出去。过来，小家伙，你想，过来，过来，出来，哎，过来，走了，走了，小家伙，走，害怕，别怕，抱上门了，抱上门了。哎呀，这三个小家伙发现了一个特点，他们这个肚子都挺大的。对，可能是他因为这个脊柱往上拱。他是不是有腹水啊？先天性的腹水啊？这个还不知道，我们只能说进一步的检查去看看。回来得带这个三个小家伙去看看。他应该，我看和别的狗狗应该不一样，不太正常。对。而且他身上这个皮肤病还挺多的都。庆幸的是，我们已经把他救下来了，然后我们准备回小院，带他去，给他喂点饭，看他饿了多长时间了。嗯，带走吧，带走吧。走，全带走了，小家伙挺活泼的都。他身上有那个点点是什么？有可能是蚊子咬的，皮肤病。来，五斤多的给吃饭的。哦，他肚子大都是因为虫引起来嘛，里边有虫。估计是虫，不然我们就受不了。我看他还喝什么脏水啥的。脏水。
谁下线？谁呀、啊？加上一块。我们昨天呢，遇到他们第一时间带他们去医院看了看，包括他身上这个斑斑点点，医生说可能是因为他肚子里面有虫，然后包括他这么瘦的原因，可能都是因为这个虫子，然后吸食他的营养，让他就是说变得这么瘦。然后呢，我们药也买回来了，等会儿让他给他去除。